这样小小的圈，小小圈，然后再绕大圈这样。就不会腰酸背痛的，颈部啦，颈部会比较有力。这个坠落这边，这边蝴蝶袖也都没有了，然后颈子的肉也坠落都没有了。虽然这是臭皮囊，我们也是要把它保，哎呀，保养好。在高龄化的社会，很多人都会去思考退休了后的生活要安怎来过。年纪越大，越会感受到人生的短暂。我今天的主角吴彦昌和邱玉珠，他们就感觉人生很短，还特别申请提早退休，想要在人生的后半场来规划退休，享受生活。他们是要安怎做呢？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这对翁仔某的故事。环保公园的步道啦，大肚环保公园登山步道。几岁啊？二五岁结婚啊？对两个啊，一男一女啊。军官校的专修班啊，那我师姐就是公立中央大学哈，那我们就在公车上认识，很感恩啊。那不我在公车上认识，说不定我结婚呢，很难讲。一尊哦，我个子这么高啊，体重才49公斤呢、啊，啊，我之前爸爸就讲，哦，这可能有病哦，叫伊讲唔通不要嫁给我，啊，但是师姐还是坚持，持家刻苦持家，因为我们从彰化搬到台中来，中间转折很多啊，因为经济不稳定哦。师姐嘛，搭搬登的，因娘家搬的。啊，迄阵纯粹家啦，啊，我嘛，迄个要安怎讲，忙啊，爱跋脚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都有时候下班一直打到天亮，啊，不顾家。在一家公司啊，他们那个公司的老板、老板娘都爱打麻将，然后都跟他一起打麻将。我有跟他妈妈讲了，说如果你要在你儿子如果要继续这样，就有一天就看不到我了。然后他就吓一跳了，就清醒了。对，有时候他就是想到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啊，我是。本身都上班了、啊、哦，那就鸵鸟心态啦，想讲啊，一天过一天就算一天啦、啊。啊，迄阵来滴。我山顶买一间厝，伊唔知呢，我买好伊转来，我才甲讲。对啊，要不然没有一个房子，搬来搬去也不是办法。伊早起伊那是。早出晚归啊，啊嘛对公司足负责任的啊。公司哪预约的，八点上班，七点就到位啊。哎呀，伊是一个安尼人哦，啊伊做环保嘛同款的。哎，我就讲你上班的精神来放伫环保就好啊，我安尼就讲的。一接触瓷器啊，就做环保就定下来了、一天两天很寒，寒到
伊嘛走去做啊，哦，伫遐赶到迄心脏，迄毛啊落落。我早上骑摩托车吼，啊，沿路收酒瓶啦，空酒瓶啦，但沿路收到我们公交处啊，我就赶快也是进去听上人开示。哦，我们就是尽量把握时间啦，就是新华香丸啊，6:20我就去收回收，礼拜一一直做到礼拜六。这里是大肚的绿光郡，龙井和七七有两个，有大肚跟龙井。当环保干事嘛，啊，我平时哦，我那公公公啦，啊，人讲啊，我师兄你来做环保干事。其实我有时候就是较大条分一点，结果就马上就答应说好啊，我来承担了。来做的几年的过程哦，无形中人就直直拍电话来找讲，哎，叫人去甲服务啊，去甲回收。有定点迄拢真好，他都很认同我们嘛，啊，就叫人去甲收嘛。啊，就像上人讲的，菩萨就是要去行，要去渡人群。阿德。会当做就尽量做安尼，拢协助我收的啦。啊，有的啊，这两个去外口载伊来，两个啊，这师兄去载伊来。我拢讲咧，少年的啊。哦，伊也足好做做。啊，50岁，叫伫做量银行啊，现在才20几岁啊。才20几岁。爱护地球啊。如果回答对，是另外一回事啊。让这个，让每一个后面再延续啊，再延续一次，就如上人讲的，对，怎么能够去开采那个源流啊？老实讲哦，过年前哦，环保站有分类，安尼积到满满哦，确实。确实有影会起污名啦，修行人那个袈裟，本来就做工啊，啊，苦人啊，啊，本来伫公司就咧开拖啊去嘛，是做拖的工具，实际讲啊，趁身体健康，紧退休办的，我满60岁就办退休啊。一年很好，退休，我2002年退休了啊，103年成立这个环保教育站，感动的在世界之间，都让我很感动啊！你看，这阵从无到有，很感恩龙宗师兄啊！来，那你就退下来，让做拖篮啊，就是做这个。总结好了，做得都屌啊！其实早期开车嘛，拢伫外口咧晒太阳。这里台中工业区，那老板就发心说，这里是绿灯，伊就专门做，哦，做机械零件啦，内外销啦，一个礼拜来两趟。啊，无载袂完，很花心啦、啊，老板很花心。啊，要感恩啊！我唔是在地人，但是我们到我们公司来上班29年啦、啊，所以说这边算起来等于是自己的故乡啦、啊。啊，来甲你收一下公积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阿卡好不？太好了。太好哦，好，祝福他嘿。哦，爱问大车一只，这样、啊。
这甲这上较早起开的，好无？这会当升降，啊，贴了贴贴了，再搁甲降落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款的旧型的都无升降。啊，这拢同事啊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这拢老同事。哦，较早贴的较单纯啦，较早了一台了贴几条啊，就满了。其实都一个技巧啦，你做什么工作都是一个技巧而已。你用这样子，哎，它是一个技巧啦。嗯。卡骨好，这卡骨哇，它这里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哈、哦，你看到、哦。沙嘞，啊，卡骨甲高起，同步起来，哦，哦，啊你同步，阿恁，哎，接了，好，接了，接了，哦，就是阿恁啦，好，这样可以了，好，哎啦，养两个小孩哈，我们不舍得休假，我们公司有提供那个年前金奖金。二十几年、哦、很感恩我们公司的，像我们董事长啊，还有我们总裁，对我们员工都很照顾啊。我进去应征就是应征大货车司机，一直到退休，整整有29年。开的就是大货车哦，啊，我们那个吨数11吨，在我们司机右边后视镜的前面都看不到，就像那个柱子那边都是死角，在那边就是死角，完全看不到，就是这个照后镜的前面这一段都看不到，大货车的死角最危险就是这样。一直拉开90度角这里，然后后面整个看不到。像我们那个大车、拖车跟大货车都一样，那个死角哦，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。你如果不真细腻哦，它马上就会把你压过去。因为尤其伊为那引擎比较大声哦，你在叫它也听不到。一般专家都在讲啊，十次车祸九次快了，还是要以适当的速度行车才会比较保险。眼睛迄阵伊是这个泪腺吼，泪腺有阻塞啦。那我伫公司上班29年，一直拢咧开车。是不是时间做太长？时间拖太长啊！本身因为就是职业病的关系，就是早期加班嘛啊！因为你车子开到高雄，你也不可能说哦不开回来啊！啊，车子只有我们一个司机啊，车子到高雄到屏东，你怎么样还是要再开回来。我们要做善事，也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！啊，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你要做也没有办法。你要开车，万一在路上，哦，心脏不跳了怎么样？会造成别人的麻烦。人就像上人讲的，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，不能在。哦，啊，我就是，也是我家师姐讲的说。我们有那个体力，还有能力做，我们就尽量去做。啊，我退休就是这样，其实都是我师姐建议的。人咧托明仔咧，师姐她就去921以前啊，去参加一趟那个慈济列车，哦，啊，回来再开始募款。每天都学了，当初是有花道。有茶道社区的画画班哦，啊，这种也画作，哈哈。以前年轻就是为了拼三顿嘛，哦啊，培养小孩读书。等我们现在等于怎么讲？我们是黄金年代啊，现在特优啊。其实我读很好嘞，你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
而且又没有说分好坏，而社教就是慈济大学啊，书画班就是慈济大学的嘛。我有参加两个班，一个是社区的，一个是慈济大学的。像我就是会把这个照片折成四等份，哈，然后我们中心点就在这里，然后中心点就在这里，然后从中心点开始画，这样子画。线条很重要，要画到那个线条很准确啊，就是要一直累积经验啊。这个就是印象的，印象派不是写实的。教学茶道啊，书画，你有学就有成长啊。对啊，像画画你没有来学，你就不会啊。时间都是自己硬敲出来的啦，不然慈济的事本来就很多了啦，根本也没时间。如果你说要等有时间再做，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，该做的赶快去做，该学就去学。集中一点力而已。我发觉我来做志工也是成长很多。没有慧根也要慧根啊，就一直跟，一直跟，跟着上人一直跟，跟久了就会了。哎呀，戒是练心啊，上人不是说戒是练心？哦，人生很短暂，对啊，就是几十年一下就晃了就过去了，所以就要把握啊，把握时间啊，分秒不要空过，赶快做就对了。在八十几年的时候，我子宫有拿掉啊，我手术有大手术一次，然后就发觉说，哎，那时候我有住院啊，我就觉得说我还是生病，真的也是很苦啊。新公司也，以前还没做慈济的时候，可能比较笨拙啊，较刁滴啦，讲话较刁滴啦。不做了，我们两个都改变很多啦，感觉是自己感觉。我以前刚接触慈济的时候，我以前因为以前都在家里嘛，比跟外界比较没有接触，然后我会。刚接触慈济的时候，我连跪拜都会发抖。泰真也是啊，在2007年我接协力组长啊，我没有人开车载我们去做生活茶水啊，但是我驾照拿了20年都没有开车啊。后来我就想说，我问那个师姐他们啊，就说我开车你们敢坐吗？他说敢，他说我前一天就。先开一趟到沙鹿联络处，前一天晚上去开一趟啊，隔天就知道路线了，我就比较放心了。他们也不知道我前一天去过开一趟，对啊，去朱聂也是一样啊，我告别式也是啊，我先开一趟那个往生者在哪里，我先开一趟去看看，明天就载他们去告别式了。凡事都要用心啊，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做不到。假如说身体不好，对吧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开车啊，还去做回收，还是甚至于参加各种活动都一样啊。你没有体力，你没有身体，怎么去参加那个活动？尤其慈济很多活动啊，你假如说不去参加，空过就没有。水里小路呀，讲干那个甜啊。哦 ，OK，OK。
持一个安保站哦。那那刚才那几个嘛做无啦，很感恩我们队区的哦师兄师姐，大家请在家。王占奇师兄，真正嘛是风雨无阻啦。有时啊，我若较懈怠哦，伊拢会拍电话搁较催咧。真正爱感恩啦，环保站若无像这样师兄师姐安尼无私的付出哦。过年前有寒流啊，啊，我就想讲空气很多啊。唔敢休困啊，就像火灾。过年前这干那是安尼乱乱乱啦，啊，这情况安尼无处理哦，我们放不下，直接走直接走吼，感觉好像那个保险丝安尼跳起来，保险丝跳一下跳开，有时候就是心脏会不舒服啊。他的是我们实验诊断说膜脱垂，哦，就是闭合不全呐，啊，二尖瓣膜脱垂啊，我这个是期限的，那，啊，所以说就像今天上人讲到那个什么，我们要一面信铁啊，深信啊，心宽念存呐，对不？啊，那等于凡夫我们还做不到啊。做不到再起无名，有时候放不下，啊，像现在就已经都恢复正常了，拢物件无介多啊，啊，就是每天带回来都直接来弄一个消化掉。重点我就是认为环保是我的最爱哦，其实环保干事。就是要把我们环保教育站里面的大大碎碎代志处理要完满，有需要我们去帮他回收，就是圆满任务啦，安尼啦，重点是这样。延昌甲玉珠，逐工拢出门做志工。学到真多宝贵的经验，也因为常常跟人接触，时时保持乐观的心态，所以愈活愈少年。即马应该把握每一届学习的机会，将退休的生活过个充实个自在哦。我是这边哦，啊，这认识我家师姐啦，哦，啊，那无搞不好。对啊，娶无某嘛无一定，真的很感恩哦，家师姐，真感恩啊！若无阮师姐给我，唔知娶太太。哎啦，爱感恩哦，家师姐啊！我上班拢只有照顾两个孩子，没有无烦无恼啊。